20年能改变什么？20年能让一个意气焕发的少年变成被束缚于家庭的大叔。20年能让满怀理想的你变成接受现实的你。唯一不变的就是那把永远在等待你拾起的 AK。 这个短片献给曾经并肩过的你。还记得曾经逃课打游戏的日子吗？还记得曾经陪伴我们打游戏开黑的兄弟吗？ CS 陪伴了我们20年，那个陪你开黑的兄弟他还在吗？那时候的 CS1.5 可算是热火朝天吧，逃课打游戏可算是我们的日常，可坚持玩的人有多少？很怀念以前在网吧跟兄弟的五黑，现在队友都转战了绝地求生还有英雄联盟去了。很感谢那些为 CS 奉献的前线勇士，属于我的 CS 青春，感谢 CS 让我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在我最难受的时候给我快乐。 CS 带给我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我要做的就是把 CS 的精神和情怀传承下去。感谢各位的支持，很庆幸能遇见你们，20周年快乐！致敬所有 CS 玩家，你要回来，我们等你。有一种力量无人能抵挡，它永不言败，生来倔强。有一种熟悉的旋律响起，昂首挺胸，要把那鲜艳的旗帜扬起。在那降临时，你我患难与共，哎，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。与真相对白，正视历史，勇敢面对未来。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，从不妥协。那个尊严不容侵犯，永不让步，每寸领土不容侵占。我不再是从前那饱受欺辱的模样，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。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，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。乘风破浪，就像他不再长征的路上。誓言捍卫这片大地，利剑般的目光，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。